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驾驶跟他的父母一同出门办理业务，行驶在路上时，后方突然出现一台摩托车，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一直朝着他们的车大声喊叫，然后还沿途追逐驾驶试图拦车，车上的父母也是被这行为吓到，驾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接下来就让你们去体验路上遇到神经病是什么感觉，我们简称他为男神。这个男神突然跨越双黄线，从座前方逼停驾驶，试图挡住驾驶的去路，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要撞上去。看看这个男神不知道一直在碎碎念什么，吓得驾驶赶紧往后退，并想打电话报警。这边哪边？路他路他有路他有路他路他，不知道干嘛。从旁边走，从旁边走，跟着车子从旁边走。从旁边走。对对对，对跟车跟着。不知道干嘛。没有，让他骑，然后他骑过去，我们左转就好了。OK， 刚刚应该要上高架就好了。来。要干嘛？他为什么盯着？不知道啊，因为你开好车的关系。吸毒吧？对啊，干嘛？你刚刚应该等下上高架，等下上高架。刚刚应该就上高架。前面有高架，前面有高架。跟好那部车就好。你跟好那部车。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报警！你赶快报警啊！我倒车，我开上去，我走到高速公路。啊！这个男神也真是很厉害，为了拦车，竟然连假摔都表演出来了。下底驾驶赶快回头，要走另外一条高速，看可不可以摆脱这个疯子。驾驶车上的家人还在想说，是不是因为自己开好车的关系，所以这个男神才会缠上他们。他刚刚没有撞到车子吧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小心！小心！我在看，我就是故意要切紧他，然后我不让他切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让他上！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我，好不好？我很冷静在开车，不要动我 ，OK， 可以吗？你自己已经不冷静了，还说？没事，停，不要讲。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男神又再次超前，想要再次逼停驾驶一家人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他是吸毒。不要动，不要冷静，让我开好不好？让我冷静开车好不好？我现在超车，我现在一路冲到高速公路上面，好不好 ？OK， 停，就这样子，停。好，你不要停。小心。其实遇到这种事情，驾驶的处理方式也是蛮厉害的，换做别人可能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。他是看我们开好车的。对，他刚从对向冲过来，不知道干嘛。拜托，不怎么，他一定要拦下来，然后到时候不知道跟你干嘛，然后说你撞他，要不要信？他没追上了，有，他在后面，不要，现在报看他在干嘛？他在我们正后方。没，不要慢，你报看他就好，现在不能慢，报看他就好了。啊，还走？还走？你报看他有没有靠近我左右边就好，因为我现在是超车。我们宁可闯红灯，也不要让他追上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报看他你们在正后方就好了。他在很远，来，慢来。很远的，远得很，远得很。慢一点。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我直接开就好了。不要讲了。他在很远的地方，他看不到，很远。但是他还在追。社会很恐怖，他现在社会很恐怖。知道。还有行车记录器。对啊。至少他要换的话，我至少没办法换。他为什么在打手机？他要干嘛？他要叫人来啊！直接转。我知道，不要担心，我看到。没关系，不用。OK， 好，走了，没事。他追上来了。我们刚刚爸爸是爸爸说叫你走弯路，不然他我们刚刚已经上去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不要讲这个。没关系。会碰到就是会碰到。此时，这个男神竟真的一起追上了高速公路，
就这样疯狂地追逐这一家人。原本以为上了高架就能甩掉他，结果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切左边，左边看他的刀子，他的刀子，我们切左边，左边他的刀子，他的刀子，没关系，他可能吸毒，他可能吸毒。对，我先右转，好，右转，然后开走，好，上去，左转，左边没车，走，好，开，一路开，啊，一路开到开高速公路，好，开高速公路，那他开真刀有没有？上啊，拜托啊，神经病！驾驶一家人终于松口气，跟这个男神斗争了这么久，终于不用再照后镜再看见他了。不过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太小看这个男神了吧？他追来了，有在后面。我们撑到高速，坐好。那我们就往南开，往南开，好啊。不是他在指挥人家要来追我。逼一下，可以他，都在干嘛？报警哦！报警！你赶快打电话，先拍一下，先拍机车。注意，我怕换刹车。不要，不能。行。不能，你不要跟在后面。不是，我们假装我们不知道这样上了交流道。对，我知道。我们偏左边。没有，你看他走哪里？你看他走哪里？我们先靠右边，然后走右。对，我知道。你看他走哪里？不要紧张，我在看，好不好？你看他走哪里？他要等我们。不要理他，我们上高速公路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游到戏子，懂意思吗？我们不要理他，懂意思吗？我们一定会赢的，好不好？最后，驾驶一家人终于成功甩开这个神经病，并且在就近的派出所来报案。其实，这个男神在同一天就拦了好几台车，甚至还被另外一台轿车直接撞倒。让我带你们来看彩蛋吧。